一跳早，戏院还未开，就一群囡仔来到门口排队。原来南投戏院为着要做爱心来回馈社会，特别加开一场免费放送电影，给弱势家庭的囡仔来欣赏，而且也是暑假期间上行的小小兵。因为其实之前奶奶还在的时候，她就是对公益活动她就很热衷了。那我们是希望可以继续延续奶奶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今年刚好暑假小小兵就是很受小朋友欢迎，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就邀请小朋友大家一起来看电影。为着要邀集更多弱势家庭的囡仔来看电影，蔡杰峰还特别请南投县政府社会处帮忙，让更多囡仔都有当感受到这份爱心。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南投戏院我们蔡老板提供这个最近非常火红的小小兵的电影来招待我们弱势家庭的小朋友。今天小朋友我们总共有220位，那包含有我们家福中心，还有仁爱之家育幼院，还有我们一些高风险家庭、弱势家庭的小朋友。有厝商知影今仔日这个活动，嘛共同来响应，提供面包、点心，也够有茶，让小朋友会当一边欣赏电影，一边食好食的物件。蔡杰峰感觉南投戏院会当成为一个做爱心的平台，是非常有意义。南投戏院可以成为一个这样的平台，我觉得有把奶奶的精神传达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也是乐意看到的。林俊吾表示，最近液态移动的事件一再发生，希望透过活动会当促进亲子关系。移动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希望大家会当多多关心身边的囡仔，让因拢会当平安快乐的大汉。记者吴维麦采访报道。